今日继续要来关心天气变化，方面到底台湾北部海边、北部也够金门、马祖，拢有可能会落地，才要准好，嘛有可能雷公司呐。特别因为热力作用的关系，山区可能会上大雨。气象局讲到今仔日各地天气同款拢做奥翕热，西北部高温可能增加35度。特别因为西南风沉降影响，气象局特别针对台北、高雄、台东县发高温黄灯的警报。今日台北市、台东也够高雄、山区都有可能会穿到超过36度的高温。